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做温和健身操咧，就会做上半身，系做颈、膊头同埋身躯嘅。好，咁我先做颈。咁颈咧，我哋就系将个头系向上 ，OK， 唔好太快啊！翻嚟呢度停一停，先做第二下。系啦，继续停一停。第四下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慢慢翻嚟。好，跟住我哋会将个头咧系向左右两边望下。又是不要太快啊！你保持呢度系平的，好，先去右边，翻嚟停一停，再去左边，喺左边停一停，再翻嚟，唔好急。好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其他个地方膊头唔使转噶吓，净个头嘅啫。第六次，第七次，好，最后一次，慢慢翻嚟中间。今次个头咧就系打侧咁样啦。OK， 咁啊，幻想你系十二点钟，咁啊打侧去到一点钟，跟住去十一点，翻嚟十二点再嚟，又系慢慢，唔好咁快，同埋去到嗰度停一停，先翻转头，膊头放低得噶。第五次啦。九、十，好，慢慢翻嚟中间。然后我哋跟住落系做膊头啦。首先系右边啦，我哋即企嘅右边膊头，翻落嚟，左边膊头，翻落嚟，继续。第三次，第四次，好，第六次，七，攞出嚟頸得噶啦，八。九、十，好，今次咧就系将个膊头拎起，弯向前，再拎起，弯向前，咁为之一 set 吓，好，第二 set， 第三 set。记住系拎起咗先弯向前，第四 set， 第五 set， 好，慢慢翻嚟中间。今次咧又系拎起佢，拎起之后咧系摆去后边。嗱，你可以坐前少少咧，俾个位佢。拎起，摆去后边，好，拎起，摆去后边。拎起，摆后边，第三次，系啦，
嗱，記住拎起咗先買。好啦，我最後一次啦，拎起擺喺後邊，拎起擺喺後邊。好，翻落嚟中間。嗱，今次咧，我哋將個膊頭係轉向前啊，左右，左右，左右，第三下，四。都是轉下，不過向後啦。咁又係坐前少少咧，俾佢有啲位呢度俾你用下。再嚟，拎起向後，呢度又拎起向後，再嚟，係啦，左右交叉做得噶啦，係啦，做完左手做右手，第四次。回到中間，然後我們扶住個手臂，輕輕拉過來，伸展下這個膊頭，好，慢慢回過來，這個另外手臂扶住，輕輕拉過來，扣住。現在就將手遞起下，其實是將這個膊頭是打開的，好，再來打開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八、九、十，慢慢翻嚟，非常好。跟住我哋逐個伸展，系啦，用腹部伸展向前，好，慢慢放翻低個膊頭，三、二、一，再嚟。用腹部帶動向前，向心向 ，OK， 慢慢翻翻膊頭嚟，三、二、一，腹部向前，我哋做一個伸展，放低膊頭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翻落嚟，跟住咧，譬如我哋而家咧，做呢個動作咧，就係向。橫橫咁向另外一邊嘅，咁每一邊咧，我哋會 hold 五下嘅。咁做完一邊咧，慢慢翻嚟中間，就再拎去另外一邊，要數住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四。
住咧，我而家打側聲耳少少俾大家睇下。咁我哋坐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個 hip 咁闊嚇呢度，然後咧，我哋將個身軀伸向前，再翻嚟，唔使太低嘅 ，OK？ 伸向前，再翻嚟，坐嘅時候都係盡量坐高，伸向前，再翻嚟，第四下，第五下。第六下，第七下，第八下，第九下，第十下。嗱，停一停，好，翻嚟，好，做咗十下之後咧，跟住我哋咧就係、是、做一個咧，嗱，呢個你個肚臍，我哋慢慢將個肚臍咧。是拉去你的背脊，贴落去背脊那里，一路贴，一路伸展，跟住个脊骨做 ，OK， 再嚟，好，一路贴去背脊，贴住，一路拉上嚟，再嚟，贴住，拉拉拉拉拉拉上嚟，继续，将个肚子拉去个背脊腰骨那里，好，继续。做多五次，啊！呢个成个脊骨嘅吓，唔好净系呢度啊，呢度你都要注意到喎。最后四次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翻嚟。咁跟住咧，又會做一個伸展啊，係啦。咁你手咧可以揸住咗呢個位啊，又係將個腹部拉向前，打開個背脊，高住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再嚟，好，揸住，拉向前，打開個背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做多次。將腹部拉向前，打開背脊 hold 住張椅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翻嚟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做一個係打側嘅伸展 ，side stretch， 俾隻手。咁我哋會 hold 五下嘅每一邊。好，第二邊又係咁，我要 hold 住二、三、四。我哋做个伸展，系啦，用腹部伸展向前，好，慢慢放翻低个膊头，三、二、一，再嚟，用腹部带动向前，掌心向 ，OK， 慢慢翻翻膊头落嚟，三、二、一，腹部向前。我哋做一个伸展，放低膊头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翻落嚟。跟住咧就系、是、打侧嗰张椅做嘅呢一个啦。坐前少少，好，咁呢个我哋系会做三至五次嘅。咁做完呢个之后咧，我哋嘅温和健身操咧就做完啦。咁好多謝大家今日嘅參與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多謝。